甜心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老师，你不止新朋友亮灯，连老朋友也亮灯了耶！大家想知道是谁吗？当然喽，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花。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标股女神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品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7月4号星期二了，窗外望过去又是下了黄金雨，今天又是下黄金雨的一天。那么再来，甜心给您的老朋友持续的赚翻天，包括了我们的黄金雨的金雨给那里亮灯涨停板，以及包括了老朋友建通今天也亮灯，还包括咯让您财源广进的广运，我的老天儿啊，老师他越关越大尾，连三拉三，三天三涨停，哇，狂贺猛贺啊，又把大家锁在爱的锁链当中了。甜心老师深耕产业给大家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哇，超级恐怖的，超级好赚的。老师我怎么觉得盘好像在震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重点来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老师我们的财源广进，我们的广运财运亨通，让你荣华富贵全部都来，让你赚到盆满钵满，一波飙出125个百分点，超级好赚的，超级会飙，三字头飙到了八字头老师你现在讲热管理你讲了我都会背了，真的好好赚我很听话我懒得看双红，我懒得看旗红，嘿丢你就是高利赚不够，然后呢万载赚来的，万载还赚不够，广运持续让你赚来的，老师你点石成金了，哇这三档通通成为今年的长辈股没有落高的耶，这三档都是长辈股你现在知道妍希的节目很多人在看了来天气越热老师的法越蓬股票就越飙真的很猛这三档都是长辈股。我一直跟大家讲，你要跟我一样深耕产业一定要，你很多很多好朋友其实来问我到底怎么挑股票。对呀，老师你怎么选股？同业也很多，还有像法人，我的朋友也是来问我，尤其五月六月，哇，竟然还有人做空，我都吓死。我说你赶快不要闹了，真的。我朋友来问我，我就。他每个来问我，就是直接讲，直接说，就怎么讲。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节目跟我的做法都是一样，我们是实在做，实在讲，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啊，为什么呢？你要从去年开始，热管理这个概念，热交换器这个概念就很夯了，没错。所以我常讲你那个景气循环的那个萌芽，喷出这一种。的概念要很好，要哦。所以去年我是不是就在做高利？有的，我去年在做高利，我就一直讲欧洲那边因为从冬天开始高利就冲出去了嘛。为什么？因为欧洲那边天然气超级贵是啊，对不对？对啊，那超级贵的话，哇，那热交换器是需要的，每一家都需要。当然，哇，所以你看到高利，你可以，你可以现在去看它，你会不会发现，真的了解产业可以赚大钱，可以赚波段的，我觉得这才是重要，才是你要的。为什么来譬如啦，来我们老朋友建通好新通是不是两个通？对，也是很好赚。像这种20个百分点、30个百分点，我没有空讲了，真的那个送你都没关系。可是我要你聚焦在我身上，你要你聚焦产业这一块，你才可以哇，从高利去年赚到今年，有的。然后热管理竟然还这么夯，那老师呢就去找。有没有 CP 值更高点？对，那有没有让你万岁？万岁万万岁！哇，老师，你一样这个概念，万岁爷三字头就买了。热管理持续赚下来，超级恐怖，被关还越关越大尾了。哇，老师，你的万载也是喷不停是啊，涨不停。哇，那万载都成为长辈股了，而且三个礼拜的时间，短短时间。那老师，我万载还是赚不够，我还想赚还有没有？财源广进。我们的广运6125是的，一样让你没有三个礼拜就长辈股咯他真的很猛再次恭喜会员赢在起跑点，赚在起涨点。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你要有驾驭
标股的能力，为什么长辈股的能力来、广运是不是成为长辈股？有啊，老师前面这根黑 K 吓死我了，真的，而且要出大量呢。我说过了吼，你跟着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没错，你千万不可以被技术分析绑架。你在盘吼，盘是你在控，个股是你在控，你要面面俱到。当然，你基本面、你产业面、啊、你题材面、你筹码面，你要面面俱到，缺一不可。基本面只是占哦，大概才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而已，其中的一咪咪而已。不要被绑架，很简单。为什么？你看广运这根长黑 K， 假设你是技术分析的信奉者，你已经被洗掉了，后面跟你没关系。哎呀，跟你无缘呢。我跟你保证，如果你是技术分析的信奉者，在这里。你就被洗掉了，你后面跟你没关系。是的，这是重点。是啊，这是重点。但是驾驭这档股票，你要有异于常人的，它已经有异于常态的涨势。对的，所以它洗盘，也不是一般洗法。这我都教过了，的确。哦，好了，不多讲。再次恭喜广运，哎，这个成为长辈股，越赚越多了。来，我们绕回来哈，这个就是散热的一个题材嘛。那你要知道，从上个月，黄仁勋执行长来台湾，一看到广运，就说这是未来下一个十年黄金十年 HPC 千瓦级的散热技术，这个是未来。好，那你要开始绕咯。这个月又没有人来，有苏执行长，也就是 AMD 的执行长，七月中要来咯。我先跟你讲咯，是七月中要来咯。七月中四号哦。哎呦，对呀、AI 是不是都已经在动了？对，没错。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你 AI。生成式的 AI 绝对会商业化，已经在走商业化的模式。那既然是这样走的话，那你要整个扩散出来，所以不止晶片，对，有没有？特殊晶片需要是，然后再延伸出来 CoWoS，像今天 CoWoS 的非常漂亮，非常亮眼，这个我不用提醒你。先进制程，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好，那 CoWoS。CCL ABF 然后呢还有散热还有机壳还有电源管理器，换句话说这叫什么，台湾半导体业界黄金十年，等于要从整个产业扩散出来。那你看到我们台湾真的很强，为什么？全球各位你没有听错，就是全球超过90%以上的伺服器的供应链在我们哪里？台湾。在台湾啊，就在台湾。是的，所以你说盘好不好？好啊，非常好。全球的 Chat GPT 是 AI 的概念都要干嘛？等着台湾进货。对耶，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你的眼光不要一直看现在，我一直要你看未来。是，我永远都是在讲未来的事，也就是我的眼光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我的股票才可以都能成为，几乎成为长辈股啊。有没有这个概念？有。好，再讲回来哦，我刚才讲了机壳，对，机壳网通也需要，对不对？当然啦。来，上礼拜上上礼拜是不是一直说旗开得 胜？对，有旗开得 胜。老师你直接股票都讲清楚了，得胜剧透剧透剧透再剧透了，没有关系啊，我很怕齁大家买错股票。我怕会员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买对买错差很大，但是如果你就只看 LINE、然后或者说你节目有一搭没一搭的听，对呀、真的你会落掉很多重要的细节，真的不行这样子，所以我很怕。是，那当然，所以我能尽量取后旗开得胜。你不觉得我们终于都在后面旗开得胜？网通记得，这叫政策加持，是的，政府扶植的产业，然后 AI Chat GPT 的大浪潮也需要，所以这叫什么双题材概念股？得胜科技是不是让你旗开得胜？当然啦，上礼拜还提醒你一举成名天下知，老师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店连三拉三啦，恭喜大家，撸探撸贼赢在起跑点。我所有操作事先预告哦，你现在看到这张字卡很简单，你就看谁伟创伟银广达。我问大家哦，伟创多会飙，不用我提醒你了哈，屡创新高。广达林百里董事长也不用我提醒你了哈，伟银早就破千了，也不用我提醒你了，重点这些都是他客户哈。
这东西也可以喝，有啊，哇，他个病鬼来了啊！再次恭喜会员赢在起跑点，所以你对产业了解，赚钱好轻松、哦，很轻松啊！一块蛋糕，一块蛋糕，再来，你对产业了解还有一个不一样，来，什么不一样？黄金雨拿出来，哎、欸，漫天落下黄金雨，你这张字卡给我看清楚，好，老师。这张字卡是2022年诶、欸，这是古年六月，你没有看错，我要你看出我的认真。是老师，你去年金宇是三字头赚到四字头，大概赚差不多三成以上。啊、去年我在讲去年是去年，但是我一直告诉大家，我们老朋友我会持续观察，当然就像广誉我已经看了三四年一样。是啊。太岁安太岁我也看了两三年嘛，对不对？嗯、好，金宇有没有？我去年就已经在讲了，它是什么范？洪家军下面的华汉、嗯、是华汉下面的子公司，换句话说他是洪家军、哎、呦，我去年已经提醒你了，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认真、嗯、差很多，去年赚过对不对？来，今年尤其今天早上是我的早报又放上去，你可以看清楚金宇现在告诉你、嗯、哎呦，我们的董事会股东会开了，是他告诉你，哇，我们的董事会的席次要从七席变成九席、嗯、这两席谁拿？华汉啊，正式入主啊，哇哦，重点啦，是你要知道啊，华汉下面又有做散热，又有做水冷散热、静默式散热、哦、那我问你，高阶伺服器的散热，华汉既然单这么多，他要给谁？就给我们家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啊、一定要自己先赚呐、啊，对不对？啊，我不管，我要充伺服器，我要充电动车充电桩、哦，我给谁？当然给金宇啊！所以再次恭喜会员，入贪入贼啦！哇，老师65%，而且金宇今天好恐怖，开盘直接亮灯涨停板。各位，你没看错，他有开盘哦，他有开盘。他有来哦，所以你跟着妍希轻不轻松？当然轻松，低档卡位不赢也难。我一直告诉大家，低档卡位的重要性，不是涨停了你今天再去溜哦追哦，烫啦爱北湖呢，你还不见得买得到。哎、欸，对，请排队，明天请早、啊。你看我们买在多少四字头？天，四字头！哎、欸，今天80.1，65%，都好轻松松啊。跟上甜心赚钱怎么可以这么的轻松？叫醒你的又是涨停板的声音，所以你要赶快起床，赶快回魂。为什么？就从你现在、嗯，你以前很害怕五月，对，六月、七月你很害怕。人家说五穷六绝七上吊、啊，我们没有啊，我们从五月开始，哇，吃喝玩乐三富五福，对，再过来呢，高丽万载广誉，荣华富贵，富华安泰克，安泰岁，旗开得 胜，哇，漫天落下黄金雨的金雨，所以是不是老朋友、新朋友、同？都能赚，所以亲老朋友，下半年度想要越赚越多的好朋友们，来这边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呢，就是呢，很多人说，哎、欸，老师，我有其他的会期啊，啊，但是老平话告诉大家，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我很努力在干嘛？老师，我真的每天上班，我没有时间干嘛？所以亲老朋友。交给专业，尊重专业就对了哈。选择比努力的更重要。你发现老师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想要下半年度越赚越多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跟紧甜心的脚步了。那么再来提醒大家，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年老师说今年是倒吃甘蔗的一年哈，不断的提醒大家，之后会撸来撸低哦，会甜到你心坎里，赚到你口袋里哦，一定要赚，非赚不可，跟上脚步喽。欢迎您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想要在下半年度越赚越多的好朋友，甚至你连听节目已经飙成了长辈股的广运，你只赚那么一丢丢的好朋友们，你真的要跟对人爱对人，他飙出了125%呢、哦、我常常后新会员啊、哦、新朋友来找我、哦、第一句话就是、哦、老师你真的很会赚，真的。那我看你节目后都半年了，可是我每次后你一讲后我一赚就跑，我根本不敢报，哎、欸，是个大波段的获利耶！今年好恐怖，老师你已经14只长辈股了，吓死宝宝了。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相信专业，尊重专业，尊重专业，一定要交给专业。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在产业下的功夫是你看不到的，真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的脚步，为什么呢？你看我每个礼拜财经吸引力，是每个礼拜稀奇古怪，没错，都是产业的，都是产业。我的文章。都在 LINE 上面，我都清清楚楚，好，我都是让大家从
产业这一块一步一步一步的出发，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你对产业够了解，你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当然啦，你才不是只赚三个百分点、五个百分点，你是赚了一个大波段。你现在长辈，你现在就是看到实在做、实在讲的妍希，到现在为止才7月3号，我已经推出今年哦14只的长辈股喽。老师，那个宝瑞好像要动了吼。老师，来这张看清楚吼，来姬可这么会飙、啊，早就给你续品了啊！哦、对啊，九品芝麻官，他就是姬可啊、嗯！哇，然后热管理这么会飙，我给你高利，给你万载，给你广运，有没 有？就在这张，你会发觉我一直放重播，因为都讲一样的股票，但是我股票就是好，对。那我要你赚大的，一定要啊，对不对、嗯、好，就像近期我跟会员聊天，他就说现在年轻人怎么工作怎么工作都只赚不多啦、哦、就算薪资基本薪资一直提一直提，对，3万4万差不多、嗯、甚至有一些后可能25岁毕业、嗯、然后24岁毕业、嗯、然后工作到30年连一桶金都赚不到，我听了其实我很难过耶、欸，现在真的，你说到，我觉得物价涨太凶，真的很凶。物价、房价涨太凶、嗯，各位，如果你可以看，现在一个便当100块，嗯，基本啊，基本。为什么你真的去买菜、欸，你不能怪人家，你真的去买菜，你就知道菜也真的很贵，真的肉也很贵。你爱加币，爱加爱怎样币给丢？那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握、嗯、我常讲你爱对人很重要，你就去思考你上半年有没有像我这样14只长辈股。我们来看广运、嗯、你看我跟我会员的对话，昨天有没有看到短线变成长线股？哎、欸，昨天才186个哎、欸，老师融资百分点融资好、啊、今天186%的229个百分点。你现在这张字卡你看清楚，我不是要提倡你融资，我要提倡、我要让你看到是有钱人在赚钱的速度就是跟你不一样。你永远在想那个后 ETF 有几%、嗯嗯、或是定存有几%，不然就是房子租给人后投保率有5%、啊、你现在给我看清楚，对，我会员我们实在做实在讲，昨天广运186个百分点，今天直接飙到229个百分点，那也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我才给他融资啊，这里要知道哦。我不是提倡齁，先重点我要让你看到我们赚钱是在拼速度的，我是这样在帮会员拼哎、欸，你真的赚钱的，你不能乱学，因为他是在老师身边哦。我只是要告诉你，即便、嗯、啊，不要融资，直接125%，即便你就看125%，你就去思考，是，你就去思考，你上半年哈、嗯、有没有一档股票像我广运这样赚、嗯嗯、超过125个百分点，一档是一档股票。如果你真的没有、嗯、我希望你赶快相信专业、尊重专业就对了。其实在录音之前呢，品花跟这个田心老师跟品花聊了一下，现在呢、欸、年薪百万的真的这基本吧，真的基本款。但是你看你百万 你不吃不喝100万好了啦，买房子还是有段距离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距离耶。你2000万的房子少说你要自备款3成好了，600啊，很可怕，100万真的不太够。所以如何让自己的财富获利再增加、增加、再增加的好朋友们，股市的确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性。想要赚的比别人多，想在下半年度赚赢上半年度，想越赚越多的好朋友们，务必跟紧甜心老师的脚步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化，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喽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